一大早就很兴奋的一等人。你怎么那么兴奋呢？你怎么一直在手舞足蹈这样？嘿，你笑吗？你在笑吗？哎，你好可爱哦！现在要帮他吸鼻子，比比的鼻子每天都有好多鼻涕啊、鼻屎这样子，然后他拿出来呢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。然后我们买的时候呢，还是送带一个盐水的，那盐水是更好的帮他排那个鼻屎出来。小猪，看一下哦，抓住他的手。然后吸完以后呢，就会看到那些鼻涕啊、鼻屎就吸了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把它清洗干净了。清洗干净以后呢，就把它放到那个消毒机里面，然后拿去消毒就好了。今天我们又来这个医院，带 Aiden 的来检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第一次尝试带他去餐厅吃饭，然后现在已经把他放在了这个 car seat 上面，坐车车的 Aiden 的。BB 都在睡觉觉，好乖乖哦。其实他的指甲很长的，等一下帮他剪一下。这个是泰晤日本空运的 Zelda 王国之泪典藏版塞尔达，看看他开箱的结果。你怎么像在唱那个？不是吗？怎么飞下来的？是什么版啊？这个是一看就是日文版呐、啊，我日本来的。为什么它还有一个 fold？ 这个是应该只是就是介绍的那个。塞尔达传说，王国之泪。Collector Edition。哎呀！等一下，其实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全新的，他该不会偷偷开过了吧？因为怎么会没有 seal 呢？你给个封面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封面这个 Collector Edition， 帅呀，感觉是日文版。那里面的画册如果是日文版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是这边，这边里面，这边阳光比较好一点。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我也不要，不是我买，所以人家卖便宜给你。对，而且他说 brand new，
的确看起来 brand new， 那肯定是 brand new 啊，这可是问题是它这个都没有封印，都没有封。首先我们有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有这个画册。哇，哇，好漂亮哦，画工。这个感觉会有些剧透，所以我们就先这样。然后呢？然后这个应该是它的 pen， 它有一些别针。那你没打开啊？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在哪里游戏会出现吗？哦，这是他们的那个功能啊。哦，那个功能，那个手手那些。反正就是有他们的特殊的文字啊。好，下一个铁板的，这是铁板吗？哦，铁盒。哦，这是游戏的盒子。哦，这是游戏本体。这是铁的吗？有点像铝，反正就是。你背个正面看看啦。这个是谁呀？不知道啊。这是不是这个是不是、哦、就那个串词劳罗？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，这个我就不开。好漂亮！对、这个盒。因为我要的就是 original seal 的，所以他打开的时候发现已经开过的。我飞。嘿，你怎么这么喜欢看着被子的线线呢？哦，好笑啊你啊！嗯，手舞足蹈的。滴滴滴，滴滴滴。伸懒腰，咻咻。刚出去回来，然后现在要准备帮他换尿片，他之前都睡得好好。虫虫，这个是毛毛虫。毛毛虫长大以后会变得蝴蝶。好，这边，这边，嗨了，嗨了。啊，他们是爬着爬着的呢。好，这边，这边，嗨了，哇，好厉害哦。李小龙的哦，出出出，嘿，好，李小龙出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在想那个什么事啊？啊，真的有点外国人的样子。什么？就是他因为眉毛很浅嘛，你知道，就是可能是。你怎么都不看？嗨，一点点，跟大家说个嗨，跟大家说个嗨，你不要张开嘴了，跟大家说个嗨，嗨，嗨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 camera， 看一下 camera 好不好？为什么要张开大嘴？嗯。
天呢就带 BB 出来吃这个 Korean 餐，然后呢是第一次在室内用餐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腌萝卜，白萝卜。哦，这是腌白萝卜，还有 cucumber。对。醉汉，哎，那我们又带 BB 出去吃饭了。我们今天要去吃的呢，就是这个 All You Can Eat 小肥羊。中午时间是多少钱呢？23块钱一个人。啊，快乐小羊，快乐小羊。然后是23块钱，中午星期一到星期四吧，应该是。好像是哦。好，
我们第一次带 BB 去吃 All You Can Eat 耶。关注，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 video 的话，请 subscribe 我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，拜拜，嘿呀呀呀。